对，大概给大家喷一下啊，发黄一喷就好了吗？对，对，花丝的，花丝的这种啊，用喷砂机啊，别上瓷抛机啊。建平最近有没有倒模呀？喷砂机，我们不卖喷砂机，我们不卖喷砂机。没倒过咱家模具的啊，可以拍一下一号链接，一号链接八宝罗盘，你拍几个回去，我来个葫芦夹。好的，葫芦夹啊，16号这个链接啊，主播给你弹一下，超好用，放心吧，很好用的这个葫芦夹，加手镯，哎，加那种小的都能用。好，大概喷了一下，这是大概喷了一下啊，大概喷了一下，哎。细致处理完就是这个样子。对，这涮一下，上面还有沙嘞。什么压完用喷砂机去石膏吗？不是啊，不是用喷砂机是去石膏，喷砂机是去除它这个表面的这个喷砂机是去除它这个表面的发黄啊，发黄。这个还没有给它，没有，就是简单大概喷一下啊，就是这个啊。这个是喷完的啊，这个是就是喷完的这个效果啊，这个是喷完的效果啊，看到了吗？上边这个啊，富贵，哎，好的好的好的，看喷完的这个效果是不是，那个凡是有下单的大哥们下完单以后那个都联系一下咱们客服啊，看看啊，去石膏啊，去石膏用虚火烧啊，虚火一烧，然后的话你就把那个虚火烧炸水，虚火烧炸水，一遍不行炸两遍啊，多炸几遍炸水啊，像那种哎犄角旮旯里边的那种，你这个买模具送书嘛，买模具是给电子图册啊，咱不是书啊，是电子图册，万把款式呢，款式太多了，是太多了啊。款式太多了，您那书啊太沉了啊，用那个是电子涂色，里边啥款式都有，你看这手镯啊，这戒指手镯，想要啥有啥啊，买了几个26的罗盘，我练手是不是该买几个便宜的，没错啊，没错，卢城金匠，你就这个9.9的这个你多拍几个，你练练手啊哥，9.9是这个，那线下它可不是9.9啊，咱就是发给我电子，好，你得咨询客服，你得跟他说一下，他才能给你发消息呢，要不然他给你发不了。9.9的这个，便宜的啊，最多可以拍5个，哥，最多可以拍5个。欢迎北京出洋，欢迎欢迎。看咱家这款式，你再也不用去卷那素圈了。你卷着啥款式都有，卷花丝的，哎，卷镶嵌的，卷后壁中空的，咱家这个实心的这个手镯，实心的，我们实心的这个手镯也有，这种卷草纹的，看看，卷草纹的这种，这是水口啊，这是水口，卷草纹的手镯也有，是不是实心的？这可是实心的啊！欢迎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子们啊！买那9.9的练练手，是不是？咱这拍了5个，好的好的哥，好的，你拿那。